六开到三七开之间的二刀肉，冷水下锅哈，老姜呢我们给它撇一下，弄蒜末的时候第一步把那个头头给它掐了，头头给它撇一下，然后我们给它斜刀切下来，然后后面是跟的是叶子哈，水开了以后把泡子打干净，这个时候呢关小火，然后把花椒加进去，对了，要得了，亮起。第一，肉皮子那面对着我们自己。第二个呢，注意它的顺筋和横筋的问题。炒回锅肉不需要加很多的油哈，六成油温，肉就可以下锅了，给它爆香。这个时候我们要下豆瓣了，豆瓣下到中间窝里头去，甜面酱下锅，记得蒜末头子先下，下子炒一下，再来蒜末叶子，再微微给滴点白糖。起锅之前给滴点酱油。对了，起锅。巴适的板，四川名菜韩烧白的家常做法来了，供大家参考，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。宜宾芽菜切了以后放到锅里头炒香，炒的时候再加点豆豉给它翻炒均匀。五花肉先制皮，把烧糊的一面刮洗干净，五花肉放到冷水中加料酒，还有花椒、老姜片、大葱，给它煮透。煮透的五花肉捞出来以后趁热，将水汽擦干。在皮面上戳点洞洞，刷成红糖浆以后晾冷，下入六成油温的油锅中再次抛皮，放入温水中浸泡一小时，整块五花肉去除边料，切成五毫米厚的肉片儿，加入酱油、白酒，拌匀以后上色，再加点花椒。上色以后的肉片定碗装盘，一般都是八片、十片、十二片。将炒香的芽菜放到肉碗上，再来点泡海椒和老姜片，上笼大火蒸一个小时。喜欢软点的还可以加长点时间。巴适的板，先把这个酸菜切了哈，酸菜我们用不到那么多，大概用好多呢，两百克左右哈。然后是这个冬笋，把它切出来。冬笋切片，下头我们来切猪肝儿，这猪肝儿装完之后我们还给它腌制一下，要一点点食用碱，然后是我们的料酒，然后是盐，再来滴点酱油，微微给它滴点酱香味，
还有就是我们的胡椒粉哈。这是我们给它拌匀，拌匀之后干淀粉再次给它拌匀。这时候我们开火，猪油下锅，来，我们把姜片下去给它炒香，然后是我们的酸菜，酸菜一定要炒一下，它这个酸味和香味才容易出来。来，加开水，如果有高汤呢，可以加高汤。冬笋下锅，胡椒粉来点儿，因为酸菜有盐，所以说我们汤里面呢暂时就不加盐了。下头我们来下干片儿，有一个小诀窍哈，我给大家说，先关火，然后再下干片儿拌匀，这个样子不容易脱浆。下碟之后，轻轻给它搅散，焖个一分钟左右，让它表面的那个蛋白质凝固。对了，我们现在再开火，关火，复锅。最后还有一样东西，撒起哈，葱花儿。又滑又嫩，保证全家都喜欢。巴适版。鱼香茄子煲，茄子这个爸爸不要。这样稍微给它散点包。油温差不多了，六成热哈，下肉。炒散，加点料酒。你看肉拿香了之后，花椒下锅，香米子下锅。涮一下，花椒下锅，茄子下锅，这时候我们要给你点水了，盖了盖子。对了，先给白糖，再给你点盐，然后是啥子？就是我们的醋，最后是勾芡。炒炒烫了之后，把翻进去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焖一下。把拿到我们盘子里头过起，撒葱花了，巴适的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肥肠回锅。下头我们来把肥肠切了哈，这个是一个肥肠筒子哈。家常土豆烧牛肉的详细做法来了，供大家参考，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。牛肉先切块儿，姜蒜下锅。要炸香，再来点糖色，烧一下
出来的牛肉才很嫩。来，再点滴点醋，千万不能多哈，有滴点料料，这样牛肉趴得更快。这样就可以烧它一个半小时。加洋芋，揭开炒一下，这样可以大火收拾了，土豆也入味了，勾干一点，来微微勾几点薄芡。火起锅，土豆烧牛肉，来点香菜，巴适。来一坨牛肉，再点洋芋，巴适。四川名菜鱼香原汁的家常做法来了，供大家参考，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。调原汁一定是一个方向，然后又说先慢后快，这样子调出来原汁才好吃。泡椒下锅炒一下，让它颜色炒出来，好香哦。香蒜米下锅，蒜米子稍微多点哈，姜子少一点，也是把它炒香。然后加水，加白糖，糖稍微重点哈，微微给滴点盐，来原汁下锅。对了，这样等它烧透，水分收干了，我们接下来是要添点水淀粉。来，水淀粉勾芡，加醋，最后葱花下锅，鱼香原汁好了，关火。锅儿这个汤汤吃特别安逸，八十岁呗。